南无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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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
Oh.
加持，所以愿各位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进入生命大道场，关怀所有的生命。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和这个五一的假期重合，说这是一种巧合，这似乎也是一种天意安排，我们能有时间来听经，对不对？不容易啊。没有这个理由，我想很多人不会来啊。请问我们学佛会为了听经不工作吗？这个是很少的啊。能放下一切来学佛吗？很少的。我也不希望你们放下一切，但是你们要珍惜这个佛缘，是不是？珍惜佛缘。